其实昨天呀、啊，在准备这场球的时候还琢磨，还跟同事说商量，说新疆队用谁来防杜比，因为咱们那边小后卫肯定是防不了杜比，他得留着劲进攻。所以看一下，西尔利江，哎呀，西尔利江没防，西尔利江还就是俩人对着防，那是防不了啊。你看一上来杜比第一攻打进了。其实啊，你是什么啊？你对他就得上身体。对，骑着突进来抛投，哎呦，好球！前场篮板再起，漂亮。哎，这前面都不错，这等于也是打他一立足位了。对，你是刚进了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我这边打进了。新热呢，今天给分配的一对一防守是他的四号诺尔。嗯，外线出手漂亮，十一号海达尔，这也是黎巴嫩国家队的球员。对，像刚才呢是这个七号余长栋防，余长栋没有防出去，有时候大个儿反吊篮下底线来夹击。哦，这被对方判断了。对，杜比外线的三分球，哇，他还真够快的。对，一上来杜比这个手感真是好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跟他打，一定啊不要轻易的失误。对，这个打这个成功率，哎，因为他呢这是好球，哎，对，使上劲。因为实际上他这场比赛呢，你看跟新疆前面的两场比赛不一样。嗯，这今儿有点正规军，就正规军这意思。哎，没错。前面呢和你弄这一帮小个儿对这小个儿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你胡打没关系。这个呢其实倒好打，都是对上位，都是有块儿，四号就是四号，五号就是五号。对，哎，你看有一失误，我说别失误，失误就是一反击。后来呢，好球，十六号是阿拉基，两个失误。被两个打反击，对，一个反击是两分，一个反击三分，就是跟他打不利啊。对，西热孙明阳这边，就咱们 哎呀，三个失误，失误，这该再暂停了，这叫暂停了。你三个失误，打了这个一分多钟，哎，你要让人家这连上俩篮，还投一三分，对。开局呢，这边阿尔利亚德是11-2暂时领先。感觉啊，昨天休息了一天之后呢，新疆队今天一上来反而是显得比较疲惫。对，关键还是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对对方这个防守啊，其实你现在防守并没有说上去紧逼也逼得你不成。对，但是呢咱们这个传球呢就是没有看这个防守，嗯，而是看自己人。哎，我自己人可能出机会，你传八下断了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咱们前两天也聊的这事儿了，就是说呢，你要传球的时候呢，看防守，嗯，别看自己人，自己人他能够接这个球。对，你看防守。所以刚才呢是连续的三个犯规，三个这个失误，失误，对，被对方连着打三个反击。所以看看这个李秋平指导布置他怎么样打。而这个也是怎么着啊，前面的对手呢太弱太弱，所以一下紧张不起来。对，这个状态一下紧张不起来。嗯，但是开局以后，这边阿尔利亚德一共得了11分，杜比自己是得了6分，必须要注意起来啊。昆西杜比我还是觉得，就是你如果用自己这边小外援来防他的话吧，因为毕竟这个亚当斯啊身材还是比较瘦小。对，杜比呢虽然瘦，但是杜比比他高啊。掩护之后，对方两个人加出来，于长栋外线的三分球没有。这快退，哎，因为他们这上球挺快的。对，阿拉基给篮下，好球，又是一个反击。你看，这就是咱说的 easy basket。对，但是他反击没有落成阵地，就直接已经进球了。你呢要回去攻他，你这就费劲。亚当斯自己来一个也没有，那这样陷入到个人单打中啊，应该是对方非常愿意看到的。因为里边呢这个克里斯丹尼尔斯毕竟这个身高体壮啊，篮板球是有保障。看一下新疆队，这是逼到了一个前场球，哎呦，霍希热差点，有他这推得非常快，其实早点找他，哎，然后减速让他这么打这个阵地进攻。但是看暂停之后啊，阵地战防守换人了，西热防杜比，哎，
也是张指导说的，这个俩人呢在队里边经常一对一练习啊，对，所以也很熟悉。你看走步，你只要是落了阵地，哎，你就好防。对，这你看他也打不进你去。你要是一失误或者篮板球一下退手不行，嘣嘣嘣，你看他这上分多快。对，接着走出来突分、啊球分的不好。嚯，其实啊你知道吗、新疆可以往篮下打一打。对，不是打不了。过来阿拉基突破没有，前场篮板再起，看可兰能不能把篮板球保护下来。哎，对，亚当斯推快攻，连那俩仨，那仨还根本就没回去呢。对、嗯、看于长栋的中距离，哎呦，终于有了，这是帮助新疆队这边解了一个得分荒啊。对，开局2-2之后让对方打了一个11-0，这是终于再次得分了。对，西热防杜比给到篮下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人有个儿，对，他是左手，所以防着别人。可是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，内尤其内线，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得分。你还有中间空切，对，犯规了。空切传也行，不传刚才就硬起也行。对，反正呢，基本上效果也都是造犯规。对，因为你这时候啊啊。连续的失误，连续被对方打，这时候你就减少中投远投、哎、为什么呢？你这心情也不稳，中投远投命中率不高，这时候就往篮下打。对，往篮下打造犯规，我这稳稳罚球，哎，我把这个心情稳一下，从篮下攻开了我再外投。对，你这时候投越就容易投不进，让人家而且越打你这比分拉得越大，就是罚球不进啊，他也不好打反击，他打不了、啊、就算不进他也打不了反击。对、啊、这边守了一个全场，哎，这行了，诺尔给篮下的海达尔、哎、再分，西热小碎步点的不错。对，你看他防的不错。对，他没法这个投。对，你就这么防，就这么防，他就30秒没了。篮板好、啊、行，你看真正到阵地进攻打他也打不进去。对，可是基地给篮下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这球传得不错。对，可是那边你看啊，退手退得真够快的。对，但是呢咱们这中间这个一插下去跟进下去，这球传得真好。杜比西热啊，到目前为止防杜比防得很不错。对，哎，应该是新疆队这边的球权，因为这个裁判说呀， 啊就咱这 CBA 啊、嗯、防守谁最好，谁最好就是西热，西热丽江。为什么呢？说他总是在这个犯规不犯规这边缘上啊，他这防守。对，你要吹犯规，哟，他这一步缩回来他不犯规。对，可是呢，哎呦，对，你看，哎，暂停以后往内线连着打。对，可是这球出界了。于长栋呢？刚才这球稍微有点着急，没站稳呢，直接起了。嗯。因为希热刚才说这防守啊，首先呢，他的上肢还是非常强壮。对。另外一点呢，他这个攻击性很强。对。杜比啊，手里联防了，12联防。哎。杜底线，给篮下克里斯约翰逊夹击。嚯！哎呦。其实刚才这个盯人手不错。对。几个回合都守下来，阵地他根本就没进啊！哇，亚当斯，啊，这不行，好人刚要往回捞点分。对，中间又是克里斯丹尼尔斯突破造犯规，这是新疆队在这一节比赛里的第一次犯规。嗯，这就是刚才他这个进攻有点勉强，啊，勉强回来了就不好退了。对。克里斯丹尼尔斯的罚球，好，第一罚命中。内线啊，咱们要是有布拉切，对，比如说弄他就好弄，人齐了，你得人齐了，因为现在等于是有点半残的这个阵容，对，残阵你不好打。好，咱们新疆队这边呢是换上了阿卜杜沙拉木，换下了孙明阳。
阿卜杜沙拉木上来之后呢，在外线对于对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，但是内线防守不是一个内线防守、啊、一个内线的攻击就有点差，强攻能力差。刚才这不是那么大块里头人造犯规在给他压力，人得了八分，孙明阳得了六分啊。嗯，里边对，哎，可兰可以倒挂，里打嘛。可兰翻身跳投，这球被盖了，不好。嗯，这个翻身啊，转身转的有点实在。对，十六号阿拉基分球还是给篮下海达尔，三秒了，我说。不吹，这哥们在里头一直待着、啊，我也觉得待了好长时间了、啊。对，给于长栋，哎，往里打的，坐着打。其他位置要拉开啊，拉开啊。对，那你看现在是注重了吧，这布置，对，往内线打，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。亚当斯在高位利用阿卜杜沙拉木的掩护，有、啊、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啊，看篮板，篮板漂亮，于长栋，好球、啊、转身后仰跳投命中。哎，这也是 easy basket 之一之一，就是前场篮板以后打。你刚才啊注意力很集中，知道呢最后这个现在脚怎么转进来了、哦、哎呦，你看这个很幸运啊。对，这是谁防的，这个亚当斯防吧，对，应该是亚当斯防。哎，你看实际上呢昆西杜比是头，这个是突，对，亚当斯呢他呢要留着劲儿进攻，对，所以他防哪也不怎么那么特别的防，所以你就是有问题。嗯，进来之后呢，其实吸热这是消耗了，因为这补防呢很及时，对，但毕竟你是一外线球员啊。第一节呢还有三分钟，这边阿尔利亚德已经得了二十分了。于长栋这边吸热一个反跑，可兰利用大个掩护，可兰两分打进分，还要加罚。对，你看这是就是往里打，对，往里打造犯规，打这二加一，这马上你这局势慢慢就扭转过来了。进了，咱就是二加一，不进也有罚球。对，然后呢，你让他这个去攻你的阵地。对，其实真正那个拉开的阵地攻啊，虽然咱这个阵容不全，哎、啊，刚才这个底线裁判是二加一，边线的这裁判呢、哦、说是底线球，嗯，啊，边线球，所以这个二加一没算，愣给吹回来了啊，吹回来了，嗯。这球不是二加一，嗯，亚当斯突底线分出来，看可兰漂亮，这球节奏非常好，对，突进去一收缩啪打出来，哎，你不给我自己还是拿三分啊。对，看这边可兰防十六号阿拉基、哎、一个挡拆之后呢连防大防小，防得不错，对，那还是这个突破，对，哟，你看这还真防不了，哎，阿拉基刚才呢在投进之后啊跟裁判说犯规了，嗯，态度可能不是很好，所以裁判很果断给了一个技术犯规，哎，那意思你闭嘴，哎，对，别瞎说，哎，但是说实在话就是真没骂人，真他就说了个安万、哎、那也不行、也不行，刚才警告你了，对，其实这个要 NBA 这吹带球撞人，哎，吹进攻犯规，对，因为他先撞过来，虽然没使肘，但是他用的这个肩，对，哎，你先撞人，哎，再说就给罚出去了，啊，还说呢，嗯，亚当斯这个掩护没过去，对，他是分底角堵住了防挡拆的两人防这儿，哦。为了于长栋的一个要位时候的犯规，这节比赛呢新疆队是犯规三次，阿尔利亚德这边已经是四次了，这四次就是那一阵往里打，对，遭了犯规，就这阿拉基真能突，真能突，手连防才往里突，对，前场球
新疆队这边呢又是准备换人，换上了30号王子睿，换下了希尔利江。所以现在是可兰防杜比，哎，他个儿高啊，对，不让你投。里边海达尔，海达尔强打，没有篮板，篮板，哎呦，拿下来，还是前场球。对，其实新疆这个防呢，他往里就是什么坐着打，你运超过一下以后，协防就过来了。对，三个白的在那护着他，只是篮板球没拿下来。哎，就是外线阿拉基，单挡掩护，换人了。阿拉基过阿布杜沙拉木，哎呦，差一点啊！哎呦呦，哎呀，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右脚崴了一下？崴脚了，对。人家那16号还真是不错啊，阿拉基。阿布杜沙拉木这球啊，就是想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盖他。对，就是关键他这个刚才这一个变向啊，啊，这个是真漂亮，阿拉基这个球。本来现在内线呢就比较缺人，哎呦，这一下伤得挺严重啊，崴了。对，如果阿布杜沙拉木再因伤不能打的话，这对于新疆的内线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对，里跟上了啊。那现在新疆队这个阵容还是挺小的一个阵容啊。对，两个锋线，两个后卫加一个中锋出来，于长栋，于长栋直接投了，投三分去了，没有。阿尔利亚德这边呢也是连续的进行换人，换上了6号马哈莫德，还有9号塔比特。那9号塔比特呢也是黎巴嫩国家队的球员。去到高位底线的利用一掩护出来，马哈莫德的突破，好球。这防突防的不好，对，就是往往是从亚当斯这一点突进去。对，因为这个，嗯，哎，切掉了，哎呦，因为这就显出来咱们这个 CP 这些外援啊，不防守，进攻是很强啊。对，留着劲儿进攻，杜比急停跳投有了，这球还真不错。对。跳，往回跳。这节呢还有最后的15秒，第一节新疆队让阿尔利亚德得了28分，这个太多了。控制时间6秒钟，亚当斯连续的晃动外线直接出手，漂亮，三分命中。咱就是有这个进攻能力，哎，有这进攻能力。对，好，那这样的第一节比赛结束，28-17。脚扭伤的情况，对，那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啊，一直在场边来进行治疗，估计今天上不了了。今天是上不了，对，冰袋是已经绑上了，嚯，连着俩，哎，亚当斯外线是三分命中，他这出手挺快啊，对。给到篮下海达尔，海达尔打里根。走步，没吹。对，因为你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这儿，都忘了自己的人了。里根给底角吸热，吸热三分，好的，三分命中。新疆连着3个3分啊，哎，就是第一节临了一个，第二节上了就俩，哎，杜比，哎，嚯，抢着位了，这边对杜比突进来，哎，好球，哎，他这三步还出了一个，对，还真是不轻易的起，得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位置起了上篮。亚当斯，嚯，啊，哎，好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球是被切掉了，罚球，犯规。看一下啊，海达尔现在已经是个人的第2次了，
詹指导所说的这个往内线攻击啊，杀伤起到一定效果，因为你看他这个海达尔等于是低位，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进攻点。对，你把他杀伤下去，哎、这就行了。哎呦，没法进，第一发没进。他那个丹尼尔斯啊，更多是防守，然后抢篮板、冲篮板这么一个作用。嗯、看看孙明阳的第二次罚球，哎，两罚不中，两罚不中。回去接着防，对。哎呦，差点断了他。嚯嚯，杜比直接出手。哎，这也是看到篮下，哎呀，那个篮板球还是。对，看到篮下呢有队友，所以杜比这出手很果断。哎。阿尔加德的四号是诺尔。篮板球啊，在第一节啊也输了，哎，七个对十个，失误是五对一。李根，哎，他这守一联防，篮板吸热点出来，漂亮！哎呀，抢了一块儿。这球，我是觉得有犯规嫌疑啊，因为亚当斯是已经把球权拿回来了。哎呦，又是前场篮板。对，抢着篮板来打。对，亚当斯给三十号王子睿外线的出手。你说什么？这时候啊，还真是还得往篮下打，还得往里走。嗯，别着急，不是说不能投三分啊。啊，你球进去以后再出来，哎、出来再投。对，你看人家不是上来就投三分，他得先往里打，再来。对他这三分效果也不好。嗯，他只不过呢，就这节比赛。篮板球抢得多，王子睿出来再给吸热，哎，往里突，好球，哇、哦，漂亮，吸热、哎，你往里打，往里杀伤他。现在分差呢还是十分，交篮下又进去了，海达尔这次换成右手没有上进，哎呦，又是漏一前场篮板，对，对，亚当斯，哎呦，亚当斯啊，哎、那边多大少，这边多大少，哎，哎嗨，哎，又是这二加一，失误都很莫名其妙，对，你这是里外里四分，对啊，应当得两分没得，这里外里五分，然后还加罚一次。这边的阿尔利亚德又换人了，换上了十六号第一节一开始表现很突出的阿拉基，嗯，有些换人能突的。后场篮板现在是一个问题，其实防的呢还行，但是呢，他投篮不中，他抢前场篮板了，对，这然后就是 easy basket， 已经不是里外里四五分了啊，嗯。好像还加俩罚球呢，吹了亚当斯一个技术犯规。哦，亚当斯呢跟裁判说，就是对方的这个九号啊，塔比特是脚踢球违例了。嗯，嗯，不能跟裁判说话。对，这个裁判比较严厉。哎，你别理我，理我就吹你。而且这节比赛新疆队犯规也挺早，现在已经三次了。哎，怎么着？这儿又一个，他还加一呢。刚才先防的是加一，然后发、哦、然后发界外球，然后是技术犯规，然后发界外球。里外里，张指导，您这五分打不住了啊！两分、三分、三分四分、四分，然后再哎，这还不定呢，还不定怎么着呢？哎，没有五分六分了，自个儿那两分没得啊？对啊，已经六分了，已经六分了。你再看这个，对，这就一个回合啊，一个回合。这一个失误所造成的，海达尔中距离没有，哎，对，保护好这个篮板。亚当斯啊，别上头，就别，你看啊，就这么着，你马上就完了，他让人又打了，你在这儿
阵地进攻打一打，对吧？你也让他防防，累累他。本身呢，刚才这个脚踢球，其实真的不是脚踢球违例、嗯，对方不是故意用脚去获得球权利益。好球，挡开之后、哎、又是海达尔，暂停了。哎，41-25，这边阿尔利亚德是已经领先16分了，新疆队请求暂停。当务之急啊，亚当斯的情绪不要崩溃。对，实际上你我又说，你说合理或者不合理、啊？实际上这球投的真不合理，真不合理。因为你一过去，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啪，你就扔了。你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攻击能力，嗯，但是呢，你得看时机。咱老说 timing， 这个时候你是哗哗哗哗要开了河了，你怎么样能够堵住这口？对，他那已经这提漏了一口了。哎呀，哗就出来了！你再弄两千土给他铲这口大点儿、啊，哗，那么这水就更不行了。对，那何必呢？对你这时候稳一下，刚才咱说了，往内线打，稳住了，造犯规，罚球，哎，把这个局面先稳住了，咱再打。你这么追着打，不是说不能追着打，但是你得看时间、看比分、看整个的场上那个势头，这么打，决定你怎么打。暂停回来，球权呢？如果在王子睿手里，是不是能够分配球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？对，你让他，然后呢？哎，你这边转一转，然后呢？你亚当斯这接着球你再攻。对，给哎给里根低位看打一打，打对方诺尔。哎，对，先犯规了，两分无效。对，那你就往篮下打，这你能稳住你的情绪。对。哟，上了！哟，直接上啊！他说：“哎，从亚特兰大飞纽约，从纽约飞广州，啊、从广州坐火车，坐高铁到来郴州，然后就上场打球。咱看看，千万别上啊！这腿都软的。布莱切这个身形来看啊，可是胖了不少、啊，离伤不远了。你看这腿细啊，我、啊、上来就得投，给篮下、哎、给的不错，还真有用，还真有用。这看退防啊。”这身形往那一站有点西姆弗拉的意思。不是，你比如说刚才他人家外头比一比，人不投运一下，哎，这球给的还真不错。对，但是其实这小组赛虽说这小组赛最强的一个对手啊、嗯、但是这么早就让篮板，对，他上来还篮板、哎、对，他那有篮板，对、哎、这么早让布拉切上的秘密武器暴露了。哎，往里打，往里打，行不行？你看，吸引两个人以后，好球！吸引两个人防守，怕传进了。我不硬打，腿先软着呢。对，不打，但是呢，你还不能不管我。哎，你不管我，我就打了。你看，他还真是管用。上来之后，其实啊，球星作用。嗯，可是我已经看他喘上了啊。啊，再跑两回合得下来。啊，这一身肉在这儿。对，喘不过气来，连防。你看他在里头这位置站得还真好，对，这是正面一打板，亚当斯等着大个过来的，哎，大反转移底角，坏，机会有了，哎，这你是什么？你等他把球给这布拉切啊，对，慢慢再打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对，他上来之后效果不错，对啊，你球给他呀，他外头能。给你转一下到里头，给你策应一下，再不管我就扛了。对，你外头投什么呀？不，你看没有？对，这后场篮板也是他的，又还要推进，运球推进。他贼呀、啊，他球传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一下，这孙铭阳这球保护的不好、嗯。还好呢，自己是逼到了一个前场球的机会。新疆这边继续换人，换上了于长栋，还有可兰白克。哎，可兰上来之后，咱那阵容高度一下蹭上了。
那你就更得往里打了。对，哎，你给他，他就是现在打不动，但是他能够这个传。好球，好球！你看这，他要球以后给一手递手给这个亚当斯，啪，好把这三分，哟，这还落后十一分啊！刚才没少说啊。对，嚯，海达尔这边也啊，这是一个啊，也是三分球，三分球。刚才裁判手势我看好像是一长两分，还改三分了。啊，你瞧瞧，哎呦，漂亮！这就是不讲理啊！这你看，这 NBA 一打就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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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对、哎、no no no， 教练说别投别投别投，确实，擦、哎、他进了。布拉切这上来的表现啊，极大的鼓舞了信心。对。嚯，丹尼尔斯，丹尼尔斯底线强突没有？他这位置站得好。断了，好球！二打一，过来反击，亚当斯，好球！行，该叫暂停了，那边该叫暂停了。新疆队现在是把分差缩小到了十分以内。你别说，布拉切还真管用，也管用。虽然他自个儿没攻啊，后场篮板，哎，人家防守，对，然后这边前头给你这个策应一下，传个球，对，真是管用。你别看挺着肚子。场上那个经验手好使，对，你别看人他飞了半个地球过来，再坐高铁，对，上来就打，还上来就管用。现在的问题是到了阿尔利亚德这边了，如何去限制有了布拉切的新疆队？对。因为布拉切在里头一站啊，他这突破也没了、啊、他块儿大，站的地儿也大，而且他这位置站得好，对，他这现在没有速度，但是呢他就是位置，早早站着这位置你过来过了没用，这跟那个印度姚明不一样啊，印度姚明那是在里头，那是 就是站着 太慢、哎、对，哎，这联防，哎呦，海达尔，你看篮板，哎，篮板拿回来了，拿回来了，他在里头真有用。亚当斯这球犯规了，哎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，这一会儿这分就回来了。布拉切真不容易，哎，他在后头指挥啊，指挥这个防守啊。哈比特这边给到底角，嗯，啊，你看有什么意识不错，意识不错呢。但是你这球传的太靠近底线了。对，就这布拉切，我还得说他啊，就人家就在这儿一站，他这位置啊，哎。让你这给你这，因为你不敢往里传了，也不敢往里打了。哎，你看他接着球， okay， 他传再给你策应一个，中间策应，你瞧瞧，好球！人来策应，这就是作用。哎，一下活了，一分没得。对，啊不，我不用得分，不得分，比分剩五分了。对，他上来是十好几分，十五分了有。哎，这就叫作用，不用看那技术统计。外线三人绕切，这不行，他小防得对大防小，哎。哎，能不能拿下来？24秒尾力，24秒，你看这防多好。对，你打他的反击，啊，回来让他这么攻，这联防他也攻不进去，攻不破。哎，这还打的时间不短，这就一直打下去了，一直打下去了啊！了这上半场还有一分半钟。哎呦喂！哇，钻一个墙缝，漂亮，剩三分了，剩三分了，这真是往回追了十好几分了。对呀、啊，希热，这时候别冲动啊，别犯规。这联防犯规啊！
让他突啊，没关系，突进去有大个在那儿呢。先犯规了，这球两分无效。杜比给到底角丹尼尔斯的中距离，哦，这是三分球，这出不去了，对，这不拿钱没法，没辙了，你不能说一直你得分啊，人得不了分，嗯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哎，亚当斯哟，他还投一分，投一个没有，这不行，多日子没摸球了，对，这退防啊，退的也是够慢的。哎，希热断了，希热断掉了对方的杜比，要盖他，好球！你看后头量着步，哎，这要孙悦就盖上了，孙悦就盖了，那孙悦个儿在那儿了，两米零一啊！哎，他那孙悦要这么一倒步，后头盖上了，对，这昆西杜比盖不上，矮点、嗯。阿拉基给出来，看外线的三分球没有，篮板被亚当斯拿到，一传速度很快，可兰好球！快攻扣篮，有点意思了啊！哎，还两分，还有六秒，防最后这一下，五秒，给出来，时间到。这人有个儿，对，他是左手，所以防着别扭。可是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，那尤其内线，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得分。你还有中间空切，犯规了。空切传也行，不传刚才就硬起也行。对，反正呢，基本上效果也都是造犯规。对，因为你这时候啊，连续的失误，连续被对方打，这时候你就减少中投远投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这心情也不稳，中投远投命中率不高，这时候就往篮下打。对，往篮下打造犯规，我这稳稳发球。哎，我把这个心情稳一下，从篮下攻开了，我再外投。对。你这时候投越就容易投不进，让人家，而且越打你这比分拉得越大，就是罚球不进，他也不好打反击，他打不了，就算不进他也打不了反击。对，这边守了一个全场，哎，这行了，诺尔给篮下的海达尔，哎，再分，七热小碎步点的不错，对，你看他防的不错，对，他没法这投，对。你就这么防，就这么防，他就三十秒没了。篮板，好球！你看，真正到阵地进攻打，他也打不进去。对。可是基地给篮下，好球！这球传的不错。对。可是那边你看啊，退手退的真够快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中间这个一插下去，跟进下去，这球传的真好。杜比，希热啊，到目前为止防杜比防的很不错。对，哎，应该是新疆队这边的球权，因为这个裁判说呀，啊，就咱这 CBA 啊，啊，防守谁最好？谁最好？就是希热雷江。为什么呢？说他总是在这个犯规不犯规这边缘上啊，他这防守。对，你要吹犯规，哟，他这一步缩回来，他不犯规。对。可是呢，哎呦，对，你看，哎，暂停以后往内线连着打。对。可是这球出界了。于长栋呢？刚才这球稍微有点着急，没站稳呢，直接起了。嗯。因为希热刚才说这防守啊，首先呢，他的上肢还是非常强壮。对。另外一点呢，他这个攻击性很强。对。杜比啊，手力连防了，幺二二连防。哎。突底线，给篮下克里斯·约翰逊夹击。嚯！哎呦。其实刚才这个盯人手不错。对。几个回合都守下来，阵地他根本就没进啊！哇，亚当斯，啊，这个不行，好人刚要往回捞点分，对，中间又是克里斯丹尼尔斯突破造犯规，这不轻易的起，得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位置起了上篮。嗯，亚当斯，嚯啊！哎，好，哎呦呦呦呦，这球是被切掉了，嗯，罚球，犯规。
看一下啊，海达尔现在已经是个人的第二次了。詹指导所说的这个往内线攻击啊，杀伤起到一定效果，因为你看他这个海达尔等于是低位，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进攻点。对，你把他杀伤下去，哎、这就行了。哎呦，没法进，第一发没进。他那个丹尼尔斯啊，更多是防守，然后抢篮板、冲篮板这么一个作用。嗯、看看孙明阳的第二次罚球，哎，两罚不中，两罚不中。回去接着防，对。哎呦，差点断了他。嚯嚯，杜比直接出手。哎，这也是看到篮下，哎呀，那个篮板球还是。对，看到篮下有队友，所以杜比这出手很果断。哎。阿尔加德的四号是诺尔。篮板球啊，在第一节啊也输了，哎，七个对十个，失误是五对一。里根，哎，他这里根联防，篮板吸热点出来，漂亮！哎呀，抢这块，这球我是觉得有犯规嫌疑啊，因为亚当斯是已经把球权拿回来了。哎呦，又是前场篮板。对，抢着篮板来打。对，亚当斯给三十号王子睿外线的出手。你知道什么？这时候啊，还真是还得往篮下打，还得往里走。嗯，别着急，不是说不能投三分啊。啊，你球进去以后再出来，出来再投。对，你看人家不是上来就投三分，他得先往里打，再来。对，他这三分效果也不好。嗯，他只不过呢，就这节比赛。篮板球抢得多，王子睿出来再给希热，哎，往里突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，希热，你往里打，往里杀伤他。现在分差呢还是十分。好，第一节新疆队让阿尔利亚德得了28分，这个太多了。控制时间6秒钟，亚当斯连续的晃动外线直接出手，漂亮，三分命中。咱就是有这个进攻能力，哎，有这进攻能力。对，好的，这样的第一节比赛结束，28比17。脚扭伤的情况，对，那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啊，一直在场边来进行治疗，估计今天上不了了。今天是上面对冰袋是已经绑上了，嚯、哦，连着俩，哎，亚当斯外线是三分命中、嗯，他这出手挺快啊，对，给到篮下海达尔，海达尔打里根，走步，没吹。对，因为你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这儿、都忘了自己的人了。里根给底角吸热，吸热三分，好的、三分命中，新疆连着三个三分啊，哎，就是第一节临了一个，第二节上了就俩，哎，杜比，哎嚯、抢着位了这边，对，杜比突进来，哎，好球！哎，他这三步还了一个，对，还真是不轻易的起，得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位置起了上篮、嗯。亚当斯，嚯、啊！哎，好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球是被切掉了，嗯，罚球，犯规。看一下啊，海达尔现在已经是个人的第二次了。詹指导所说的这个往内线攻击啊，杀伤起到一定效果，因为你看他这个海达尔等于是低位，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进攻点。对，你把他杀伤下去，哎、这行了。哎呦，没法进，第一发没进。他那个丹尼尔斯啊，更多是防守，
然后抢篮板冲篮板这么一个作用。看看孙明阳的第二次罚球，哎，两罚不中，两罚不中，我们回去接着防。对，哎呦，差点断了他。嚯嚯，杜比直接出手，哎，这也是看到篮下，哎呀，那个篮板球还是，对，看到篮下呢有队友，所以杜比这出手很果断。哎，阿尔加德的四号是诺尔，不远了，你看这腿细啊，哦，上来就得投，给篮下，哎，给的不错，还真有用，还真有用。这看退防啊，这身形往那一站有点西姆弗拉那意思。不是，你比如说刚才他人家外头比一比，人不投运一下，哎，这球给的还真不错。对，但是其实这小组赛虽说这小组赛最强的一个对手啊，但是这么早就让篮板，对，他上来还篮板，对，他那有篮板，对，哎，这么早让布拉切上的秘密武器暴露了。哎，往里打，往里打，行不行？你看，吸引两个人以后，好球，吸引两个人防守，怕传进了。我不硬打，腿先软着呢。对，不打，但是呢，你还不能不管我。哎，你不管我，我可就打了。你看他传还真是管用，上来之后其实啊，球星作用。可是我已经看他喘上了啊，再跑两回合得下来。啊，就一身肉在这儿，对，喘不过气来，连防。呵，你看他在里头这位置站的还真好。对，这是正面一打板，亚当斯等着大个过来的，哎，大反转移底角，坏，机会有了，哎，这你是什么？你等他把球给这布拉切啊，对，慢慢再打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对，他上来之后效果不错。对啊，你球给他呀，他外头能给你转一下，到里头给你策应一下，再不管我就扛了。对，你外头投什么呀？嚯，你看没有？对，这后场篮板也是他的，又还要推进，运球推进。他贼呀，他就传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一下，这孙明阳这球保护的不好。嗯，还好呢，自己是逼到了一个前场球的机会。新疆这边继续换人，换上了于长栋，还有可兰白克。哎，可兰上来之后，咱这阵容高度一下蹭上来，那你就更得往里打了。对，哎，你给他就是现在打不动，但是他能够这个传。好球！你看没有？他要球以后给一手递手给这个亚当斯，啪，好把这三分，哟，这还落后十一分啊！刚才没少说啊。对，嚯，海达尔这边也啊，这是一个。啊，也是三分球，三分球。刚才裁判手势我看好像是一场两分，还改三分了。啊，你瞧瞧，哎呦，漂亮！这球不讲理啊！这你看，这 NBA 一打就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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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哎，no no no， 教练别投别投别投，确实，擦，哎，他进了。布拉切这上来的表现啊，极大，我是觉得有犯规嫌疑啊，因为亚当斯是已经把球权拿回来了。哎呦，又是前场篮板，对，抢篮板来打，对。亚当斯给三十号王子睿外线的出手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啊，还真是还得往篮下打，还得往里走。嗯，别着急，不是说不能投三分啊，啊，你球进去以后再出来，哎，出来再投。对，你看人家不是上来就投三分，他得先往里打，再来。对，他这三分效果也不好，嗯，他只不过呢，就这节比赛篮板球抢得多。王子睿出来再给希热，哎，往里突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，希热，哎，你往里打，往里杀上他。现在分差呢还是十分。交篮下又进去了，海达尔这次换成右手没有上进，哎呦，又是漏一前场篮板，对，对，亚当斯，哎呦，亚当斯啊，
那边多打少，这边多打少。哎，哎嗨，嗯，这二加一，失误都很莫名其妙。对，你这是里外里四分，对啊，应当得两分，没得，这里外里五分，然后还加罚一次。这边的阿尔利亚德又换人了，换上了16号，第一节一开始表现很突出的阿拉基，嗯，有些话音能突的。后场篮板现在是一个问题，其实防的呢还行，但是呢，他投篮不中，他抢前场篮板了。对，然后就是 easy basket， 已经不是里外里四五分了啊。嗯。还加俩罚球呢，吹了亚当斯一个技术犯规。哦，亚当斯呢跟裁判说，就是对方的这个九号啊塔比特是脚踢球违例了。嗯，不能跟裁判说话。对，这个裁判比较严厉。哎，你别理我，理我就吹你。而且这节比赛新疆队犯规也挺早，现在已经三次了。哎，怎么着？这儿又一个，他还加一呢。刚才先防的是加一，然后罚，哦、然后发界外球，然后是技术犯规，然后发界外球。里外里，张指导，您这五分打不住了啊！两分、三分、三分四分、四分，然后再……哎，这还不定呢。看看暂停回来。球权呢如果在王子睿手里是不是能够分配球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，对，你让他然后呢，哎，你这边转一转，然后呢你亚当斯这接着球你再攻，对，给对，哎，给里根，里根低位看打一打，打对方诺尔，哎，对，先犯规了，两分无效，对，哎，你就往篮下打，这你能稳住你的情绪，对，哟，上了，直接上了，可是哎，从亚特兰大飞纽约，从纽约飞广州，啊、从广州坐高铁，坐火车，坐高铁到来郴州，然后就上场打球，咱看看，千万别上啊，这腿都软的。布莱切这个身形来看啊，可是胖了不少、啊，离伤不远了。你看这腿细啊，我、啊、上来就得投，给篮下，哎、给的不错，还真有用，还真有用。这看退房啊。这身形往那一站有点西姆弗拉那意思。不是，你比如说刚才他人家外头比一比，人不投运一下，哎，这球给的还真不错。对，但是其实这小组赛虽说这小组赛最强的一个对手啊，嗯、但是这么早就让篮板，对他上来还篮板，哎、对他那有篮板，对、哎、这么早让布拉切上的秘密武器暴露了。哎，往里打，往里打，行不行？你看，吸引两个人以后，好球！吸引两个人防守，怕传进了。我不硬打，腿先软着呢。对，不打，但是呢，你还不能不管我。哎，你不管我，我就打了。你看他传还真是管用。上来之后，其实啊，球星作用。可是我已经看他喘上了啊！再跑两回合得下来。啊，就一身肉在这儿。对，喘不过气来，连防。你看他在里头这位置站的还真好，对，这是正面一打板，亚当斯等着大个过来的，哎，大反转移底角，坏，机会有了，哎，这你是什么？你等他把球给这布拉切啊，对，慢慢再打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对，他上来之后效果不错，对啊，你球给他呀，他外头能。给你转一下到里头给你策应一下，再不管我就扛了，对，你外头投什么呀，不，你看没有，对，这后场篮板也是他的，又还要推进运球推进、他贼呀、啊、他就传出去了，哎呀，这一下这孙明阳的球保护的不好、嗯、还好呢，自己是逼到了一个前场球的机会，新疆这边继续换，是逼到了一个前场球，哎呦嚯，吸热差点，有了，他这推得非常快，其实早点找的，哎，然后减速，让他这么打这个阵地进攻。但是看暂停之后啊，阵地战防守换人了，希热防杜比，哎，
也是张指导说的，这个俩人呢在队里边经常一对一练习啊，对，所以也很熟悉。你看走步，你只要是落了阵地，哎，你就好防。对，这你看他也打不进你去。你要是一失误或者篮板球一下退手不行，嘣嘣嘣，你看他这上分多快。对。提着，走出来。突分，球分的不好。嚯！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新疆可以往篮下打一打。对，不是打不了。过来，阿拉基突破没有，前场篮板再起。看可兰能不能把篮板球保护下来？哎，对。亚当斯推快攻，连那俩仨，那仨还根本就没回去呢。对。嗯。看于长栋的中距离，哎呦，终于有了。这是帮助新疆队这边解了一个得分荒啊！对，开局2-2之后，让对方打了一个11-0，这是终于再次得分了。对，西热防杜比，给到篮下，好球！好球！这人有个儿，对，他是左手，所以防着别扭。可是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，内尤其内线，你不能让他这个很轻易得分。你还有中间空切，对，犯规了。空切传也行，不传刚才就硬起也行。对，反正呢，基本上效果也都是造犯规。对，因为你这时候啊，连续的失误，连续被对方打，这时候你就减少中投远投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这心情也不稳，中投远投命中率不高，这时候就往篮下打。对，往篮下打造犯规，我这稳稳发球，哎，我把这个心情稳一下，从篮下攻开了，我再外投。对，你这时候投越就容易投不进，让人家，而且越打你这比分拉得越大。就是罚球不进，他也不好打反击，他打不了。就算不进，他也打不了反击。对，这边守了一个全场。哎，这行了，诺尔给篮下的海达尔，哎，再分，七热小碎步点的不错，对，你看他防的不错，对，他没法这个投，对，你就这么防，就这么防，他就30秒没了，篮板，好，对，行，你看真正到阵地进攻打，他也打不进去，对，可是基地给篮下，好球，这球传的不错，他这场比赛呢，你看跟新疆前面的两场比赛不一样，嗯，这今儿有点正规军对正规军这意思。哎，没错，前面呢和你弄这一帮小个儿对这小个儿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你胡打没关系。这个呢，其实倒好打，都是对上位，都是有块，4号就是4号，5号就是5号。对，哎，你看有一失误了，我说别失误，失误就是一反击。后来呢，好球，16号是阿拉基，两个失误。被两个打反击，对，一个反击是2分，一个反击3分，就是跟他打不利啊。对，西热，孙明阳这边，就咱们，哎呀，三个失误，这该再暂停了，这叫暂停了。你三个失误，打了这个1分多钟，哎，你让人家这连上俩篮还投一3分，对。开局呢，这边阿尔利亚德是11-2暂时领先。感觉啊，昨天休息了一天之后呢，新疆队今天一上来反而是显得比较疲惫。对，关键还是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对对方这个防守啊，其实以前的防守并没有说上去紧逼也逼得你不成。对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传球呢，就是没有看这个防守，嗯，而是看自己人。哎，我自己人可能出机会，你传，把他断了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咱们前两天也聊的这事儿了，就是说呢，你要传球的时候呢，看防守，嗯，别看自己人，自己人他能够接这个球，对，你看防守。所以刚才呢是连续的3个犯规，三个这个失误，对，被对方连着打3个反击。所以看看这个李秋平指导布置他怎么样打。而这个也是怎么着啊，前面的对手呢太弱，所以一下紧张不起来，对，这个状态一下紧张不起来。嗯，但是开局以后，这边阿尔利亚德一共得了11分，杜比自己是得了6分，必须要注意起来啊。
昆西杜比，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如果用自己这边小外援来防他的话吧，因为毕竟这个亚当斯啊身材还是比较瘦小，对，杜比呢虽然瘦但是杜比比他高啊。掩护之后对方两个人加出来，于长栋外线的三分球没有，这快退，哎，因为他们这上球挺快的。对，阿拉基给篮下，好球，又是一个反击。你看，这就是咱说的 easy basket。对，但是他反击没有落成阵地，就直接已经进球了。你呢，要回去攻他，你这就费劲。嗯、亚当斯自己来一个，也没有。那这样陷入到个。